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呃，一月九号，一月九号是个大日子，一月九号是个大日子。这个，我们现在看到这张照片，其实我们昨天在节目中跟大家分，在另外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呃，有一个人呢，把习近平上台十年，就是二零一二年上台，上台的十年的整个故事，他干了什么？就说习近平一件任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干成。 所有的事情都是烂尾工程，而所有的事情都基本是非常辉煌，就是干成任何一件事情，都对中共国对他执政来讲都是一个啊，都是一个,都是一个呃十年的功绩，十五年的功绩，二十年的功绩。所以中间就列列出来十万亿的芯片工程、一带一路、呃雄安新区、证券交易所、亚投行、中国制造二零二五、千人计划、房地产扶贫。 节能二十一个自贸区，呃，这里面其实还包括上海的上海的这个自贸区，上海那个那个自贸区是当时说的比较大。另外一个还有海南，他是有人还列出更多的，所以他他的标题基本上就说他完全是一个无能者啊，完全是一个无能者，完全是一个就是他没有任何资本，没有任何才干，任何事情做出来之后都是一拍脑袋，然后咵就干了。 就像现在这个阳了的似的啊，就像现在阳了似的，故事是完全一样的。他这是一个非常标志的东西。那我后来跟我看过这东西，我觉得就很有趣。就是习近平在任何在所有人的眼睛里没有干成任何一件事情的更大的缘由，就是他失败的所有的结果，只为了干成一件事情，天灭中共，就是他。 拥拥有使命的要把共产党完了，那他把这些东西都没干成，都是虎头蛇尾，全扔了。扔掉的是什么？扔掉的是中共国。干不成的是什么？干不成的是中共国。那让人们嘲笑的是什么？是中共国，对不对？因为他自己拥有了共产党的一切，共产党归他所有了，而他本身的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些故事的时候，当就像我说。 反袭势力，反袭势力在客观的背景之下，他在保共。有人说政变，有人说要他要杀他，有人说要自杀，说什么都有。但是呢，反袭的很很大的基础，它的客观结果是杀掉习近平，保住共产党，保住中共国。其实里面的含义是非常深的。而人们抱怨他的无能，不就是说他无法把中共国？ 在邓小平的年代，在江泽民的年代，曾经人们看到的辉煌被他毁了吗？而中共国的辉煌，不正是对今天十四亿老百姓、对七十亿整个全球人类的伤害吗？所以大家，这是我觉得你要看问题，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看的话，他习近平老辉煌了，老不得了，老辉煌，老那个了，很有趣。 其实真正看到这一点是这样的，那他的无能也好，他的小学生也好，呃，他经常讲错别字也好，他没有文化也好，这些东西凑在一起，那今天死了的都是有文化，对不对？当他一解封的时候，死了的都是有文化的，是北大的，是清华的，是两院的院士，是所有做药的，所有做药的。 那现在死的人的方向呢，开始向年轻人方向走，呃，大连理工学院有人看到大连理工学院、北大的、内蒙的、上海的很多最年轻的，看到一个四十三岁的副教授，四十八岁的、五十二岁的、五十五岁的，呃，六十三岁的。那我们看到这些作为他的官位，就是作为他的专业的角度来讲，他年龄够年轻的。 如果四十几岁就成为教授，从成为一个叫什么科技领头人的话，那在在任何一个环境中，他真的是是非常那个的。结果全死了啊！大家要知道，他结果是全死了，在死的。而这些人的共同特点，现在死人的所有死人的共同特点，我们能够能够列出来的名人，有人说涛哥你加班，那邻居也有人死了，是那是没错的。 呃，连就连云南、贵州，就连西藏，西藏我看到一个视频，那是那是一个喇嘛庙，那一天去了二十几个人，二十几个尸首。那西藏那那个那个人烟很稀少的，对吧？相信藏民有着他自己的一种信仰的一种说法，所以他会挑日子，什么时间去送到这个这个喇嘛庙，有了他们自己的仪式。 但是那个地方人怎么传染呢、啊？啊，人怎么传染呢、啊？所以今天的人必须要思考，这病毒是从哪儿来的？那有昨天有另外一个人贴子就贴了，说：“哎，请高人给我指点指点。”他是昨天热搜的头条，说：“请高人给我指点指点。”他说：“我在家核酸七十三七十二天，天天是阴的，他把门开了，妈开了三天，我阳了。” 我们开了三天，我在家憋了七十二天了。等到第七十三天、七十四天，我想出门，我都没出门，也没人上我们家来。你，我问你，我怎么阳了？他说我阳了之后，我新疆的姐姐阳了，我海南的这个侄子阳了，我北京的外甥阳了，我的我的这个在黑龙江的大叔伯兄弟也阳了。他妈，全山东全阳了。 我问你，这他妈叫传染病吗？这个你们家传染病这样啊？这话说的对啊。我们一直跟大家解释，他不是，是借习近平有使命的。他一解封，他是跟瘟神合伙的，他他是跟瘟神合伙的，对吧？他封了三年，好好的，他突然一解封，为什么解封？江泽民死了，江泽民死了。 江泽民死了，反华这真正反习的势力的命脉没了，他就大展手脚了。所以也就是说，封城的时候，江泽民最后一露面，最后一次最后一次露面，二零一九年十月一号，在天安门城楼上。那那是中共建政七十年，习近平把这个共产党的妖精全给招出来了，对不对？一九四九年的一个一个灵车跟他一块检阅这个。 呃，解放军检阅完了之后，全世界遭殃了。呃，江泽民也没露面，对不对？所以这是三年，正好走三年。走完三年之后，他把江泽民给送死了，先把习近平给呃，先把这个胡锦涛扔出去了，又把习近又把江泽民给送死了。共产党党魁没了，就是他了。而他二十大把共产党给政变了。 大家，我觉得要从生命角度去想，这是很有趣。你我只能这么看着，你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这么看着。你就看着习近平一步一步如何埋葬共产党，你就看着习近平一步一步如何埋葬共产党。这就是他做的所有的事情，他当权之后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虎头蛇尾，都是扯了。包括三年，三年封城。 就像那个那有一人网友贴的，很多人觉得这话对。憋了三年一个屁，最后一下没抖住，拉了一裤兜子，他就解封了。是啊，但也是也是一下就全完了。那解封之后呢？其实江泽民死了之后呢，他的很多政策放，他很多政策改了。在他改变政策过程中，就大家会看到一些，可能你会觉得很不理解的。 很多不理解的，就是中间的故事很难搭乘的。呃，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在推特上我们能够看到的啊，一个这是今天的消息，呃，赵立坚，赵立坚从新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的位置上改到边界海洋事务司任司长，给发配新发配新疆了，把赵立坚给发配了。那赵立坚呢一直没露面，从解封之后就没露面。 没露面之后，有有的人说为什么露面？露面？露面？你死了吧？你嗝屁了吧？你着凉了吧？你就说什么都基本上说什么都有。那赵立坚坚决不露面，结果在赵立坚不露面的时候呢，中间出了一段故事，就是赵立坚的老婆，赵立坚的老婆在微博上，那去讲说这个社区之间的关爱，啊，结果跟这个。 跟这个胡总编给整在一起了，跟胡总编整在一起，胡总编手里头有十二有十二粒药，这借给了邻居，就送给了邻居四粒药，感情是赵立坚的老婆。那胡胡总编就干了这么一段故事，让人给编成了带颜色的故事。说你们这两家到底在干嘛？说赵立坚，你老婆，你到底你老婆到底跟胡总编怎么回事？什么故事？所以当时就出了这个故事，在这个故事的背景之下，赵立坚。 依然没露面，结果在今天，赵立坚，呃，赵立坚露面了。这是今天是九号，说他改任边界海洋，呃，海洋事务司的司长，发配新疆了。呃，这就这就叫发配新疆。那你知道他要新闻司副司长，那是那下一步就去美国任美国任这个大使，任完大使，联合国任大使，美国任大使，回来就是外交部部长。 他是这个概念，结果呢？那赵立坚坚持了这么长时间，二零一八年到现在，被发配了。所以很多人说是他老婆给他给他毁了。那我眼睛里不是啊，那老婆毁了根本就不至于，这是两回事。习近平不会看，因为那个如何的，习近平有自己的看法啊，有自己的做法，有自己的看法。那赵立坚，人们称外交战狼，赵立坚是第一个。 啊，赵立坚是确实是第一个，而且他长长达四年之久，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所以赵立坚被发配，代表着习近平的外交政策的改变啊，相当大的外交政策的改变。但同时在此之前呢，是另外一个人。那这是赵立坚呐、啊，呃，其实是另外一个人，就是这个。 呃，就是这个秦刚，那秦刚呢？呃，是驻中共驻这个外秦刚原来是发言人嘛？啊，中共驻美国大使，结果在中共驻美国大使的任上，就大概两星一个多星期之前，结果他就出任中共国的外交部长，呃，这个就把这个王毅的外交部长就给拿下来了。那出任外交部长，然后。 他还没有卸任驻美大使，所以这是当时很吃惊的。那我自己一直跟大家解释，这是习近平。习近平做事不守规矩，没有什么规矩我想干就干了，那干不成就扯了。反正我今天想吃这个，我就得吃着；明天我想，明天我想上那个厕所，我就得上那个厕所。这就是他。他说上完厕所怎么着，擦没擦屁股不知道，无所谓，那关我什么事儿？我就上完厕所了。这是习近平。如果没有那个没没有那个故事的话，我们看不到那么多烂尾工程。 所以秦刚的做法是这个做法，但是有人就把秦刚给给给给整出来了。这秦刚这事儿呢，就有点别扭啊。秦刚这事儿有点别扭，有人给我拿出来，秦刚的呃，秦刚的姥爷，实际是博古啊，这么说，姥爷是博古，那他的他的这个呃妈呢是博古的女儿，博古是中共的。 创建者之一啊，那另外一个人呢？他的他的老爹是李维呃李铁李铁英，中共政治局的委员是习是这个江贼的贴心人儿，而他的父亲是李维汉，又是中共的大佬，所以呃秦这个秦刚是最典型的红三代。那这个说法呢，这是大概当时在秦刚出来的。 第二天、第三天，Twitter 上就有说法。那我们没有查过，说句心里话，咱咱们咱们这个事儿，人家的事儿谁跟谁无无所谓。说秦刚信的，秦刚呢自己呢，呃，姓了他妈的姓，姓没没姓这个李家姓。那博古的原名原姓是博古，是他他笔名可能是后来干革命嘛。那他的原名原姓是姓秦。 那有人反对这个说法，所以这是习近平的风格，就是他在有限的背景之下，他在用人的时候，你看到了这么样的故事。但同时，可不代表他，呃，完全支持红二代，不是的。他这一他这一辈儿的这个红二代、红三代，基本都被他毁了。所以这是一个前后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套在一起，它是在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习近平在外交的概念上。 出现大变革，啊，完全出现大变革。那人们把秦刚当成说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呃战狼。那战狼当时是他的氛围，啊，大家要知道战狼是氛围。那这个王毅是不是战狼，对不对？我觉得其实他那是他在那三年里面的故事。当习近平当这个这个江泽民死了之后，故事就改了。 当他用秦刚的时候，一定有他习近平自己的想法。但很显然，把赵立坚给发配到新疆了，发配这个边疆了，这是对，这是对整个外交系统、战狼系统的一个巨大的讽刺。而在这疫情当中，十二月份，那整个外交部死了六十一个人，那是相当多的。所以死了六十一个人，外交部出现了大。 这种大换血、大洗礼就是大震动，那跟习近平自己的就是习氏王朝的自己的做法有关，啊，有关。习氏王朝自己的做法有他自己个人的想法。那从江泽民死了之后，他立刻叫二十大之后，他自己亲自做外交，对不对？呃，去了这个去了 APEC 会议，呃，还去了这个沙特，他做得成做不成可是另外一回事。 那他自己要这么做，其实他没有做成的事儿，他唯一他做不成的所有的事情，是只为做成一件事情，毁掉中共。所以是这是习近平的故事。人们去骂他的时候，是你利益上受伤害了，但你从真正生命的角，真正这种天象的角度来讲，他真是毁了中共。所以这是秦刚的故事。那秦刚的故事让我在我眼睛里呢，这就是一个有着他很正常的铺垫，有着他习近平的。 呃，说法。那习近平的更大的一个说法就是，呃，在在我个人的眼睛里呢，就是他在建立真正的习氏王朝啊，习氏王朝。外交部出现大变动。那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这个丁薛祥，丁薛祥说他自杀了，啊，说他自杀了。呃，那大概三天前出来，三天到四天出来消息，那个消息，我个人第一时间看到。 那说心里话，我个人不太相信啊，不太相信，因为丁薛祥在此之前，在十二月份的会议上都参加了，十二月十四号、十五号那都所有的会议都参加了，所以那丁薛祥没露面，传出自杀的说法呢，是非常的、非常的诡异，就是，呃，就是恨共产党人，呃，没事儿，反正就挑一杆子，没事儿挑一杆，就像。 说习近平的妈死了，什么皇太后死了，就就跟那，我觉得出处,处跟那类似。但最新的说法说他染疫了，呃，染疫了，而且情况比较严重，啊、呃，但不是自杀，但据说呢可能会好转，可能会好转一些，大概一个多星期之后会露面。那会不会露面，我们不知道，但这是其中的一个传闻。在真正的疫情当中啊，在真正的疫情当中。 在当时二零零三年的时候，其实是有两个人染疫，当时的罗干染疫了，当时的贾庆林染疫了，那是当时的故事。所以在这一次延续就是，呃，十九年之后哈，二十年二十年之后，你说丁薛祥会不会染疫？嗯，保不齐，我只能说保不齐。我一直跟大家解解讲一个故事，为什么在中共的上，在这个。 中共洗脑层面的上层，这里包括外交部，包括两院，包括各大学校府，包括做药的，对不对？呃，做做这个试剂的，做做什么双黄连的，全死了。但为什么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之上的，我们看不到他死？我们也没有看到省部级以上的官，就是省部级以上的官死没有？啊，确实没有。但他们的年龄足够可以死亡。 六十几岁、七十几岁、八十几岁，他们的年龄足够死亡，但他们没有死，所以这是我说的，习近平跟温神合伙，在干着什么事儿？就是当到死那个时候，那就死了。如果中央委员接着死的话，那不就共产党就完了吗？所以他先死掉的，就是先被，呃，中共病毒收编的，是为中共的意识形态。 对中国人民伤害最大的这些意识形态跟洗脑的奠基人被杀掉、被毁掉，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基本上能够看到的故事。在我眼睛里呢，在我个人眼睛里呢，习近平在完美的完成上天给予他的使命，毁掉中共。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